是幼儿园小朋友啊，动作没那么规范。下面是我们那个益阳的小学，根据我们刘院长创作那个中华经典编的一个课间操。学校就一直都是利用这些经典的歌曲来创作，然后自行编成课间操，啊，这个其实很几年前的一个课间操了。啊，那第四个呢，就是游戏创编法，啊，这个呢可能在幼儿园运用的更多一点，因为喜欢游戏呢是孩子的天性，那将孩子们平时爱玩、愿意去玩的游戏，结合一些经典的诵读内容。转化为一种游戏形式也是挺好的一个办法，啊，给大家看几个。当然，这些游戏和这些都是辅助的教学方法啊，是大家熟悉之后啊，来温习的时候啊，运用一下。这个是闯关游戏。那当时拍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可能不太清楚啊，换一个。有个男老师就是那个老鹰。这个是，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没有读啊，或者是，对，这个老鹰就会抓那个没有读好的小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一些诵读方法的分享。那下面呢是教授这个《弟子规》以及我们经典诵读这门课的一些教学的建议，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我们教授经典诵读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目标。那现在的孩子呢，尤其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教育正，我觉得正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和问题。现在的孩子，像我们接触过的啊，大部分的孩子都有自私、
固执霸道的倾向，尤其呢当我们面对孩子在文明礼貌待人接物方面表现出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家长往往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要回到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看看老祖宗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堂中也分享过《弟子规》，他讲到学习《弟子规》就是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所以学习《弟子规》的目的呢，也就在于将文化落地为文明，提升孩子的道德素养。我们诵读《弟子规》，并不是期待孩子的道德素养立马能够得到提升，而是呢，让他们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的作用。这个呢，是我们应该首先教《弟子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划分时间。为了让学生充分的接受国学熏陶，全方位的感受、欣赏、领略经典的博大精深，所以呢，在这建议大家，就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至少保证30分钟的诵读时间。除此之外呢，在每周安排2到3节的专门课程来教授经典。第三个就是创设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这种教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环境的创设当中，让学生与圣贤对话，利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圣贤画像等这样的做一些布置，可以起到宣传、对话、熏陶的作用。这里有一些当时我们创设幼儿园环境的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们的当时我们的幼儿园的环境布置是对全区开放的，这是一角，就是我们把这个门每一个教室的门都设计的不一样，那个有些家长还开玩笑说，这个感觉孩子天天都进了孔庙学习，包括我们环境创设的一些细节都是运用的一些经典的元素。这个是用小朋友的画像，然后再穿上，就是这个是老师画的，这个是丞相服，这个是淑女服，这个是这个秀才服，这样，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形象，都是的，是格格服。这个是我们诵读一讲啊，就是班上学习三字经，它就是边学就边往上面添加一些内容。这里是我们大班孩子环境创设的一讲，它是用一些简化窗花，然后呢每一个小朋友取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字，然后让他们自己这个上面作画创作，然后布置出来的一个墙面。就环境当中老师确实费了很多心，因为在幼儿园的话环境创设这一块是挺重要的，当然小学就不一样了小学就是以简洁为主。小学的话一般就是创设读书角把它布置的丰富一点。那第四一个呢，我觉得要争取家长的支持那么有了家长的支持呢，能够更好的利用时间来配合，包括其实《弟子规》更多的是一种行为规范的规定。那你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就学得再好，或者说它的规范形成的再怎样啊，就是你回到家里面，如果又家长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的话，反而会对孩子起到不好的作用。可能他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去入厕、洗手、吃饭，还有上课，但是一回家这些东西就全部丢掉，然后家长也不去规范他，这样教育就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争取家长的支持，让家长跟孩子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共读的氛围这样呢也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谐。第五个就是展示诵读成果。我们通过就是说通过以上那么多方法教授让孩子学习，那让孩子能够懂得这些道理，
但是更多的呢，孩子的天性呢是喜欢展示的，应该给他展示的平台，这样呢也能让他更加肯定自己的一些学习成果，让家长也能了解到啊，孩子到底学了什么，或者说他的进步在哪里，他的这个表现在哪里，啊，那么展示的方式也有非常多种，首先呢是一些静态的，比方说，书法，还有这个画画的展示，还有朗读、表演、比赛等等。那么活动展示也有非常多，有社会活动，有演出，有夏令营，还有书香家庭、众园小擂台的评比。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社会活动，就是让为了锻炼孩子的这个胆量，还有就是让他们能更多的更多的锻炼自己。当时我们是要求孩子呢，利用周末的时间，跟家长一起出去，可以在小区里面，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位这样的老人，或者是你觉得愿意去为他带去笑容的人，在他面前诵读经典，或者是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呢，或者是给他讲一个经典故事，就是跟路人，然后就是说我是小记者，啊，就是小记者活动，我们的一个啊，就是幼儿园的中大班的孩子啊，然后呢，你给他表演以后，然后让那个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大人为你写一句话，打个评语，就有个这样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而且对于那些孩子呢也是一种锻炼，那我们当时也评选了特别优秀的，评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这样的小记者，这是一个社会活动。那平时呢也会利用，比方说劳动节，或者是这个母亲节，做一些校主题，还有情，就是景那一章，我们不是要求孩子要懂得，行为礼仪规范吗？就用这些经典内容结合节日一起举办一些主题活动，那么每年的像六一还有大班的毕业典礼，是我们的重头戏，这个每个班都会，老师都会就是集中精力，包括这个体育老我们叫武术老师，还有舞蹈老师。会编排一台非常精美的一个节目，跟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当地的那个领导啊，还有家长啊一起啊，来分享孩子们那些成长进步，也是为他们这个学前教育做一个总结和留念。好，那下面我们就集中一个时间呢，给大家讲授这个两首歌曲《幸福美满呼啦啦》还有《李运大同》。好，那大家也做辛苦了，大家来活动一下。呼啦啦。那首先给大家分解讲一下这个动作。呼啦啦。呼啦啦